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左左。接下来什么日子要到了呢？教师节要到了。左左先也要感谢全天下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左左自己啊，也想要感谢一个老师，在左左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个小屁孩，但是呢，我们老师呢，对养殖、对海鲜这些知识啊，他都是非常有热忱的，在传授这些知识给我们。从那时候懵懵懂懂的，一直被教到对这个产业非常的有热忱，那让左左得以可以把这些好的知识、好的讯息分享给身边周遭的一些朋友们。你说这些老师是不是很伟大？所以到了教师节，如果粉粉们你们也是有自己心目中最敬重的老师，请你在订单留言写谁谁谁，我最敬爱的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左左就会寄神秘小礼给你哦，记得买海鲜就找左左先。